嗨，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范兆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静。我们是第一届吗？还会有第二届吗？如果我们做得好，就会有。鼻子蛮挺的，然后眉毛很漂亮，野生眉。野生眉。哎，王静。好被卡锁、哦，你整个人就。这是我的，你看，反正他就身高180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是有手有脚，然后整张就是脸就是帅，对对，我眼里的勋宝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他眼里的我疑似就是一个不明所以的东西，有一个漂亮的眼睛，但就有点失手了，很挺的鼻子在，对对对，但是 okay, okay. 眼睛不然的话太凸了，可能我说他有点侧脸。像个屁呀！叫我同意他。冰淇淋，我猜到了，是冰淇淋。草莓蛋糕。Yes， 没错。有在看悲伤的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是冰淇淋吗？对，就是如果有在看的人就会知道，因为我是 cream， 因为我喜欢吃 ice cream。至于为什么会是那个草莓蛋糕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过生日的时候，第一个吃的是草莓蛋糕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下半场不是有演吊嘎，就是你有穿吊嘎，那你先给我看你的。你看，你看的脸超失望。哎，你先给我看你的。我哪一部戏有让你觉得长得像这样了吗？眼神比较淡定一点，然后就这样。小静。对。你画成这副德行，我还猜得出来，我真的很厉害。那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四楼天堂啊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你的眼神一直这样。就你一直很不快乐，然后你这样，然后你就穿着吊嘎那样走来走去。可是我是穿长裤。我这是长裤啊，我其实脚踝比较长。谁啊？秋生哥吗？刘亚仁，因为有屁股下巴，然后平头这样，然后脸圆圆的。秋生哥，不好意思。哦、啊啊！我有！不行啊！不是，不是吗？不是。哦，就是他就是不是。巴士是我刚刚看的。哦。超瘦的。我身材就是这样。对。蛮漂亮的耶，就是我发现王静会穿一些下面比较会宽一点点的，然后这样会显得上半身比较瘦一点点，对，开深一点点，然后配上一点红色的珍珠项链，这长度就可以遮到一些修饰一些腿。OK， 我腿怎么了吗？会变更漂亮。我知道了，哇，口感比谁好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你穿蓝色非常好看，就像你身上这件，勋又很适合穿就是高领的衣服，所以就觉得他如果穿一个高领的上衣，就是会很帅气，然后下半身就配一个西装裤这样子，就是，但我还没有画完我的理念，所以我就说帅就对了。想要知道更多，请追踪 L 台湾。拜拜。绘画天分蛮像的。不要拉低我的那个。哦、oh, ，sorry。